每个人的脸放大看一眼，就是我们每个人。接下来是第二题，但它的分值是两分题。难了，上难度了，上难度了，还是按顺序记。好，一人一个记。请出题。哇！哎呀！我记这两个。这没牙。踏实，踏实。啊！王一阳，王一阳，王一阳，王一阳。哇塞！啊！这不是一个人吗？这有什么区别啊？等一下，区别在哪里？我想问一下。你眼睛，眼睛。No！ 你们能在小屏幕上看清楚吗？我指我那么近，我就看不见了。很简单，对吧？很呐。我能排除一个。这个肯定不是，这个肯定也不是。我看你们觉得哪一个？这不是，这绝对不是。这有点像，这也有点像，这个也有点像，这个也有点像，这个真的很像。这个有点假，我觉得这个。因为小孩他拍照就是会这个吧，就这个吧，那就这个吧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放心吧，可以了，绝对是，绝对是，这真的绝对是，因为我常年修图，所以我知道他们修了哪些地方。是，这是我知识盲区，不好意思。感觉好像会不会不一样？应该会不一样。请公布结果。就很离谱。亲爱的妈妈，现在我就要回家。怎么是没有想到吗？他没有想到。但你们可能全对，也可能全错。就因为我们全对或全错，所以我们不。